我是助理总监哦，也就是这三支一分区的所有南投的所有社，基本上是就是我的管辖的范围。那我是这其他社的班长，那也是代表人。那针对昨天的这件事情哦，那其实非常非常的抱歉，我们做了一个很非常不好的一个示范。虽然昨天我没有与会的参与，但是造成社会的纷扰，真的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深深的鞠躬先致歉。那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社长哦，跟大家再说明一下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昨天就是我们筹划已久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从台北邀请大仙，非常知名有名的魔术表演艺术工作者大仙来下来帮我们表演这个魔术。那在整个表演过程都非常的精彩，在 Uncle 在大仙也非常开心啊，他也同意了可以加码 Uncle 之后，中间有一个小插曲，然后所以变成一个突发状况，我们深表歉意，导致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我们也实在非常的不愿意。那么我们昨天后来也是当面有跟大千致歉的，好啊，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真的深表非常的不开心。他也当场有表示不开心，我也有当面跟他多次表达我们社的歉意，这样子。在这里啊，我还是要代表福伦社。整体社友跟社会当中致歉。同一个时间哦，那我们也会把这样的案子传到中央去哦，让在中央进行更多的讨论。那希望这样的事情哦不会再一次的发生。那再一次啊，我们真的是对南投人，对于社会大众非常非常的抱歉，我们再次跟大家致歉。